啊，这边临时出了一个手游，可是他又怎么还在抢先体验呢、啊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删档，你们在这里去确认一下。啊，这个游戏是全新的战略手游，其实蛮有趣的。那你就可以一直训练。非常的耐玩了、啊，这就深圳了。哦，你看那它的风格就是有点可爱风。来攻略教学，这样就可以过下一关了。OK， 那你看你就可以这样一直弄下去，蛮耐玩的、哦。找木剑，有没有？那这边可以叫你升级，说明的使用。哦，两个队友一起出去。有聊天室啊。你们可以直接下一场。那绿之战玩法你们应该会玩的吧？那就这样子喽。